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顶流雨水是持续地流入水库内面，咱们水库欠水量是突破了2亿6,784万吨，佮加上乌山头水库欠水量6,293万吨，总共已经超过了3亿吨。目前咱们水库的欠水比率提升到52.5%，大大缩减了水情，预计的调化灌溉用水也相当有帮助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咱们水库缺水区连日落了阵雨，上游雨水是持续流入水库内，因此咱们水库缺水量是突破2亿6,784万吨，连同乌山头水库缺水量6,293万吨，已经超过3.31万吨。两个水库的水量哦，加起来3亿3,145万吨。啊，伊这个水情，咱的台南这是已经是绿灯了嘛，哦。啊，绿灯就是表示水情提醒啊。啊，中央嘛决定讲，咱1到6组哦，会当供灌啦。目前咱们水库水位已经来到215.5公尺，蓄水量提升到52.5%。副局长周汉贵表示，伫即个月底蓄水量已经达到50%以上，对疏解水情是表现乐观，对二级流作灌溉用水也相当有帮助。对啊，215啊，伊这即阵啊，因为你像今仔日佫无雨啊嘛，昨个雨，昨伊安尼下，伊嘛是一尾千外万以内啦。所以讲，你即马讲的咱的水位吼，那是正常的状况下吼，伊的水位会一直上升。起码对咱的水情当然是有真大的帮忙啦。对咱们水库上游一直持续落雨，到目前累积有54毫米。副局长周汉贵表示，未来五股会当带来1,500万吨的效益，让水库的水位会当更加提升。另外，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也因为现在阁是满水位，以及连续第11天来自然溢流当中。记者萧建伟南西区采访报道。